一粒小小的棉籽，从入土、出苗、结蕾、花蕾，再到吐絮，要经历多少的旅程才能极致的绽放？一朵小小的棉花，从成布、压折、茎叶、堆朵，再到封装，要走过多少的历程才会极致的关爱？把一片小小的诗经做到极致，这就是展望生物科技诗经行业领跑者的使命与责任。勇往直前，始终坚持品质至上，创领新征，铸就辉煌品牌神话。临海市展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，专业诗经品牌制造商，创立于2003年，是一家集研发、定制、生产、销售于一体的大型国际化生产企业。展望生产研发基地占地面积达7万余平方米，拥有80条国内先进的全电脑控制自动生产线。诗经年产量可达400万件以上，现已成为中国护肤诗经生产企业中当之无愧的执牛耳者。为满足更多领域需求，2019年展望集团斥资1亿元建立无纺布10万级洁净生产基地，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碳纤维水刺非织造布复合法，致力于高性能水刺非织造布的研发与应用。公司主要产品水刺无纺布主要应用于成人清洁、婴儿湿巾、妇女卫生用品、隔基布、汽车内饰和医疗卫生用品等领域。10万级无菌洁净湿巾标准化生产车间，按产品种类设为3个标准化生产车间，生产过程严格遵守国际标准，拥有全自动湿巾生产线30条，最大程度减少人工干预，实现高效率、高质量生产工序，实行严格的消毒杀菌过程，以严苛制药的标准来生产最为柔肤的湿巾。水是生命之源，也是湿巾之源。采用最为先进的 EDI 超纯水制水系统，18层精绿 EDI 纯水，经过紫外杀菌处理等10多道工艺，确保湿巾用水的绝对纯净。从源头开始把握产品品质，经过2次 RO 反渗透，1次 EDI 电子去离子，确保每一滴水的纯净。展望集团拥有省级研发、检测、理化生物研发实验室，完全按照 BSL-1 生物安全实验室标准建设，专业的科研团队配备先进的检测仪器，以高效率、高质量完成各种微生物理化测试、稳定性测试、原料成分分析，每个阶段都严格把关，确保安全、卫生、洁净生产。展望集团积极构建仓储配送一体化运作平台，建有功能齐全、配套完善的大型仓储配送中心，仓储面积达3万余平方米，可储存容量达到上万余吨产品，并与专业物流配送中心相结合，公路运输、铁路运输、海路运输互为补充，实现了生产与储存、仓储与物流的高效结合，打通生产、仓储、物流等各个环节，让产品以更低的价格、更快的速度、更高的效率流通起来，保证客户无忧购买、第一时间送达。作为湿巾行业强势领军品牌，我公司极为重视产品创新，不仅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和专利产品配方，还始终保持与国际发展潮流同步，产品涵盖了婴儿、护理、通用、清洁、成人护理等多个品类，规格100余种，并全部通过了 ISO 9001:2015质量管理体系认证、欧盟 CE 认证、美国 FDA 认证、
EPA 认证、 REACH 认证、 BSCI 认证，中高端湿巾产品现已全部出口欧盟市场，铸成企业钢铁般强悍实力的是展望人四季心情的汗水，凝聚企业黄金般专业精神的是展望人日夜坚守的初心。每一片湿巾里都有展望人服务为本的情怀，每一次关爱都是展望人对社会的深情回馈。品质源于对自我的不断超越，展望人必将传奇铸于未来。